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人懂得孝亲，而后才知道尊师啊。不讲孝道，这个师道就很难说了，没法子说了。所以，至善圆满的教育，还是要从孝亲尊师上去扎根。决定不可以说这个观念太落伍，这个观念已经过了时代了，那是我们自己看错了。孝顺父母是先得了，孝这个字不可思议，事出世间法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佛法是四道，四道的基础是孝道，不孝父母的人决定不会敬老师，他要是敬老师，那是别有企图，不是真心，是假意。为什么呢？违反了人情，不顺人情，对吗？所以说，一定是心从孝顺父母，父母对自己恩德最大，这个其次才是老师。一个人一生能够成就，要靠父母，要靠师长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，我们的智慧啊、慧命得自于老师。所以父母老师的恩第一大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佛法里面对这个孝非常重视，敬业三福是大乘佛法最高的指导原则。第一句话就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话是奉师师长。所以佛教是师道，师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孝道没有了，师道就灭亡了。所以佛教的沉船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弟子们四面八方去教学，有的地方二三百年没有了，有的地方五六百年、七八百年，只有在中国这个地方两千多年来不但没有消失，它不断在兴旺。什么原因？中国这块土壤非常适合它生存，因为中国这个土壤是孝道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所以它到中国来生根茁壮开花结果，比印度佛教还要殊胜。所以我们要晓得佛法是师道啊，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本师，根本的老师，我们自称为弟子，我们跟释迦佛是师生关系。释迦牟尼佛第一句教给我们孝养父母，我常讲三个根要从扎根下手啊，扎根头一个根做人，学佛了先把人做好，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成菩萨成佛呢？哪有这个道理？佛菩萨是人中最善的人，最完美的人，头一个学做人。佛是不是这样教导吗？是的。你看敬业三福第一条，孝养父母奉师师长，你做到了没有？做人嘛，怎么样孝养父母，怎么样奉师师长？我们今天提倡的弟子规，弟子规百分之百的落实了，做到了，孝养父母跟奉师师长你就做到了。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两句话所讲的就是孝跟敬，就是讲的孝道与师道，这是大乘佛法的根本，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根本。在这当中，孝的对象是以父母为代表，敬的对象是以老师为代表。我们也要知道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孝道，一定要在这上面努力。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孝养父母，就很难做到奉师师长。而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奉师师长，
不能够尊师重道，对老师的教诲不能依教奉行，那么我们修行的成就就会很有限，甚至没有成就。所以孝亲尊师很重要。孝养父母，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做？你要不能尽心尽力的孝顺父母，你那个阿弥陀佛白念了，不能往生。侍奉师长，孝亲尊师，这两句是开头。为什么要孝亲？为什么要尊师？诸位要晓得，孝亲尊师是性德，是本性之德。唯有性德，才能开发自信的光明，才能够开发自信无量功德。这工具啊，你不用性德的工具，你怎么能开发性德？所以不孝亲不尊师没用，我来教你，你都没法子成就。一个人孝亲，他就会尊师，他学习东西那个心呢，心态啊，是真诚，他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他真能学到了。如果心浮气躁，对父母没孝心，对老师没尊重心，佛菩萨神仙来教他都没有，他只能学到一点皮毛常识，真实的智慧他领悟不到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跟我们讲敬业三福，并且特别提醒我们，每一个想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必须要修这三种福。敬业三福第一福的头两句话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话我们要重视，不能疏忽。我们修行学佛功夫有没有得力，就在这两句话，确实能够作为勘验我们修行功夫的标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学佛是为了要做佛。佛是什么？一个把孝道师道做到究竟圆满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佛陀，就是如来。